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是慈悲爱众生，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多多年花开心。
开心地。Thank you.
燃灯供佛，广发愿心。台湾燃灯功德会为人类祈福，为众生助道。佛的慈光善妙，遍照寰宇众生，破除无明愚痴。台湾燃灯功德会自2014年9月成立迄今，秉持佛恩法教，集结众力，不分族我，以实际的救护行动广行善法，救助当下受苦的弱势族群。成立初期，尼泊尔发生强达 7.9 级的大地震，为了救援及安置近千百万计无家可归的灾民，燃灯功德会也透过海外救援、捐助全罩式牛津布帐篷等方式，协助安置灾民免于风霜雨露之苦。
除了着手关怀皆有及弱势族群外，台湾燃灯功德会也先以多一份素食少一份杀业的慈悲理念，推广免费素食爱心便当，在海涛法师慈悲置业各地中心、道场、讲堂、书房陆续群起响应，于每月初一、十五等重要灾日，以免费素食爱心便当随缘应众之外，也先后于苗栗弘法禅院、宜兰三星大悲观音道场、新竹普元佛道院及台南中心、屏东中心等地，每周五日持续提供免费素食广结善缘的慈悲行动。截至目前为止，在全台各地慈悲斋主的发心护持之下，所结缘的爱心便当已超过十数万个，而且数量仍在持续扩增当中。此外，在贫童助学与营养午餐的助学专案中，目前来自全台各地中小学的持续扶助个案，包括来自台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等地，更于老兵关怀及弱势关怀正主方面默默行善。而苗栗弘法禅院、宜兰三星大悲观音道场、新竹普元佛道院等地，除了每日供灯屋常态的点灯祈福之外，更于每月初一、十五及重要节庆法会，持续为广大众生于佛前顶万灯、供万水，祈愿龙天护佑，世界风调雨顺，群生和乐，消灾免难，平安吉祥。再次感恩各位慈悲斋主的法心护持及十方善行对台湾燃灯功德会的多方协助与支持，您的每一份善款与爱心，台湾燃灯功德会将持续透过海涛法师慈悲置业的各地据点，以实际行动扶弱行善，在生命最幽暗的角落燃菩提灯，救众生苦。点一盏心灯，照亮自己，也照亮世界。护持账号：5032-3858，5032-3858。户名：台湾燃灯功德会。早夭的游戏设计师阿远有很好的绘画天赋，从小就非常喜欢画画。长大进入社会后，源于这份天赋以及对动漫的喜爱，他来到了一家网络游戏公司，找到了一份做动画设计的工作。阿远，恭喜你找到了你最喜欢的工作。是啊，你从小就喜欢画画，现在终于可以凭借自己的爱好来赚钱了，真是恭喜你啊。谢谢你们啊。不过我听说动画设计这一行业竞争非常激烈，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在这家公司站得稳脚步啊。阿远放心，我相信你，你一定可以的。就是嘛，你那么喜欢画画，又画得那么好，这个职业非常适合你。加油阿远，我们都支持你。感谢你们的支持。你们的设计应该把握住玩家的心态，现在的年轻人喜欢什么你们知道吗？他们喜欢科幻、暴力、情色，所以你们要在设计里多多加入这些元素，这样才能吸引玩家。嗯，让我们设计暴力、情色的画面，难道我们游戏就不能健康、正面一点的吗？阿远，你刚进入这行还不了解内幕，在外人看来我们的工作非常好，可是谁又能知道我们所承受的压力呢？如果我们设计的画面吸引不住玩家，那我们只能失业。难道吸引玩家只能凭借暴力和情色的场景吗？
谁知道呢？不过既然经理让我们做这种类型的画面，我们也只能听他的了。动画设计在旁人听来，这似乎是一份很光鲜的工作，也是当今时代令很多年轻人向往的工作。然而只有我们这些真正从事这份工作的人，才能体会到其中的酸甜苦辣。激烈的竞争加上一些制作商唯利是图，很多游戏产品全然不顾及道德良心，甚至没有底线。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啊？唉，没想到动画设计和我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这项整天沉浸在电脑前，和各种虚拟的情节打交道，为各种虚拟的人物做描绘的工作，相当耗费心神。单纯的阿远感到压力非常大。阿远，你看看你这是画了些什么啊？这样的画面怎么能够吸引住玩家呢？经理，我这都是按照您的意思画的呀。我的意思？你看看你画的这些东西都是些什么，不要以为有几滴血就是暴力了。你看看人家是怎么诠释暴力的。啊，这么恐怖啊。经理，这样的画面真的可以吗？当然，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令人震撼的画面。阿元，你就按照这种风格来画吧。嗯，经理，我知道了。唉，今天又被经理训了，为什么我的作品总是不能让他满意呢？阿远，你设计的那些画面实在太平淡啊，一点震撼力都没有。这种画面肯定没有办法得到经理认可的。我们经理需要那种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画面。我知道啊。可是我脑子里根本没有那种暴力血腥的画面啊，所以根本就画不出来那种风格的画面。你们两位是我的前辈，据我所知，绘画的基础就是写生，可是这种画面又没办法写生，你们是怎么画出来的呢？谁说这种画面没办法写生呢？啊，难道这种画面也能写生？这样吧，今天晚上你来我家，我想会给你带来帮助的。嗯，好的，真是太感谢你们了。小昌，这几只兔子是你养的吗？它们真是太可爱了。是啊，它们是我今天刚买回来的。看来这几只兔子饿坏了，你还有蔬菜叶子吗？蔬菜叶子？我家里可没有那东西。啊，那这几只兔子吃什么呀？它们等下就不需要吃东西了。哦，这箱子装什么呢？这些工具是要做什么用的呢？阿远，等下你就知道了这些工具是做什么的了。该从哪个部位开始呢？老习惯，先把他的眼睛挖出来。嗯，有道理。啊啊，你们这是要干什么？阿远，你不是想写生吗？不是想画出让经理满意的作品吗？有些画面只有经历过、见过才会画得出来。怎么样，你想不想亲自动手试一下？不要，不要，那太恐怖了。那我就先来了。啊！怎么，阿远，你不会被吓到了吧？你们不会是用这么残忍的方式来寻找灵感吧？是的，这就是我们寻找灵感的方法。怎么样，阿远？现在，我想你的脑子里已经有很多可以利用的画面了吧？如果你亲手尝试一下，会发现这种感觉是非常棒的。我们平日里
压力那么大，这样做既能找到灵感，又可以释放压力。下次啊，你一定要亲手尝试一下。真是太残忍了。阿元，你这次交的设计稿非常不错，画面相当震撼，这是新任务，画面需要更加血腥暴力，你需要更加努力的。我会尽力的。阿元，怎么样，这次的设计稿通过了吗？我就说嘛，这个办法是最有效的。我们发现了几只刚出生没多久的野猫，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去找找灵感吧。好吧。真是太过瘾了。阿远，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心情特别好呢？是啊，下次有这种好玩的事情，一定要邀我一起来啊。放心好了，肯定会叫你一起来的。为了寻求刺激，为了画出那些血腥的画面，阿远变了，他不再天真，他的脑子里充满了暴力。你们看，这个游戏的画面就是我设计的。哦，是吗？那我可要看看。啊，这画面实在太暴力了。阿远，你怎么能做这样的游戏啊？这样的游戏带有强烈的负能量啊。是啊，最近媒体报道了很多游戏玩家因为玩这种暴力游戏而自杀，甚至杀人，这种游戏真是太可怕了。哼，你们知道什么？这种游戏是最受玩家欢迎的。阿远，你过去是那样的天真纯洁，可是现在你怎么变得脑子里充满了血腥暴力？我真不敢相信你会变成这个样子的。是啊，阿远，你真的变了。这原本就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要是太天真太善良的话，怎么能够存活下来呢？半年后，一直沉迷于虐待动物和绘制血腥画面的阿远终于病了。走开，你们这些僵尸，快走开，我是不会怕你们的。去死吧，去死吧，不要跑，我要掐死你，你这个怪兽，不要跑。就这样，阿远走了，他去了另外一个世界，可能那里还有很多等待着他来消灭的敌人，可能还有很多他需要做的忏悔。听闻佛法，请收看经典读诵。
今日到场同业大众，重复至诚，一心谛听。尔时佛在王舍城东南有一池水，屎尿污秽，进入其中，臭不可尽。有一大虫，生此水中，身长数丈，无有手足，婉转低昂，观者数千。阿难往见，俱已起佛。佛与大众共一池所，大众念言：今日如来当为众会说从本末。佛告大众：唯为佛泥环后，时有塔寺，有500比丘经过寺中，寺主欢喜，请留供养，尽心供转，无有遗习。后有500商人入海采宝，环过塔寺，见500比丘金勤行道，并各发心，欣然共益。福田难遇，当设薄供，人舍一株，得500摩尼珠以祭四主。四主后时生不善心，徒欲独取，不为设供。大众问言：古客施珠，应当设供。四主答言：是珠施我，若欲夺珠，粪可与如；若不识去，割如手足，投之粪坑。众念其痴，默然各去。原是罪恶，受此重生，后入地狱，又受众苦。佛在王舍城，又见一众生，其舌长大，铁钉钉舌，炽然火起，终日敬业，备受楚痛。目连问佛：此何罪报，今受此苦？佛答目连：此人习食，今作四主，喝骂屈遣，克救比丘，不与饮食，不同供养，已是因缘，故获思罪。又有众生身体长大，头上有祸，炽然火烧，满中羊童从四面出，贯其身上，乘虚而行，无有休息。目连问佛：此何等罪，今受此苦？佛答目连：此人习食，做事之事，弹乐诵游，不以分与诸客比丘，待客去后，乃分就住，已是因缘，故获思罪。又一众生炽然铁丸，从身上入，从身下出，乘虚而行，苦痛难忍。目连问佛：此何等罪，今受此苦？佛答目连：此人往昔作沙弥子，到众缘中，果子七枚，死入地狱，受无量苦，余业未尽，故获思罪。又见大鱼一身百头，头头各异，堕他网中。世尊见已，入慈心三昧，乃唤此鱼，鱼即时应。世尊问言：汝母何在？答言：母在侧中坐虫。佛欲诸比丘：此大鱼者，迦摄佛时作三藏比丘，以恶口故，受多头报。其母尔时受其力养，已是因缘，作侧中虫。佛言：得此报者，皆由众生恶口粗强，宣传彼此，斗乱两家，死入地狱，狱足烧热铁壁，表里动翅，已落其舌，复烧铁钩，钩有三刃，利如锋芒，已断其舌，复以牛犁，根破其舌，复烧铁杵，刺其咽中，数千万劫，罪必乃出，身鸟兽中。佛言：若有众生论说君主、父母、师长其罪过世，今日到场同业大众，闻佛此言，大可怖畏。今善恶二途皎然可见，罪福果报地了无疑，唯因努力勤行忏悔。
相与披荆俱见此事，若不努力，小腹懈退，我今所作何由得办？譬如欠乏之人，心住百味，于其精脑终无记忆，故之欲求圣妙法，欲度脱众生者，不可只在于心，即在心事，一字努力，勤而行之。相与至心，等于痛切，五体投地，为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人道一切众生求哀忏悔，若为父母师长善恶之事，并及自身一切眷属求哀礼忏，若已作之罪，愿起除灭；未作之罪，不敢复作。仰愿世间大慈悲父，南无弥勒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提沙佛，南无明耀佛，南无持曼佛，南无功德明佛，南无释义佛，南无灯耀佛，南无兴盛佛，南无药师佛，南无善如佛，南无白毫佛，南无坚固佛，南无福威德佛，南无不可坏佛，南无德相佛，南无罗侯佛，南无众主佛，南无梵身佛，南无坚寂佛，南无不高佛，南无座明佛，南无大山佛，南无金刚佛，南无降众佛，南无无畏佛，南无珍宝佛，一切众生灭除六道一切众苦，令诸众生皆得断除三途罪业，毕竟不复造五逆十恶，更堕三途。从今日去，舍苦报身，得净土身；舍苦报命，得智慧命；舍苦报身，得金刚身；舍恶去苦，得涅槃乐；念恶去苦，发菩提心。四等六度，常得现前；四遍六通，如意自在；勇猛精进，不休不息，乃至进修，满十地行，复能度脱一切众生，出地狱第八。今日道场同业大众，虽复万法差品，功用不一，至于明暗相形，为善与恶。与善则人天圣果，遂恶则三途俱报，二世劣势皎然悲虚，而于惑之者多起疑义，或言人天是妄造，地狱非真说，不知推因验果，不知验果寻因，即因果不分，各执是解，非但言空谈有，乃亦提篇造论，心乖甚善，未曾愚谬，涉使是会，执故意坚。如是等人自投恶道，如涉见请，堕在地狱。慈亲孝子不能相救，唯得前行，入于火祸，身心摧碎，精神痛苦。当此之时，悔复何及？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善恶相滋，犹如影响，罪福异处，素欲言待，性各明性，无错疑心。何为地狱？今言三千大千世界，铁为两山，黑暗之间，谓之地狱。铁城纵广1600万里，城中84000阁，下以铁为地，上以铁为网，火烧此城，表里动赤，上火彻下，下火彻上，其名则有众合黑暗，刀轮剑灵，铁击刺灵，铁网铁窟，铁丸坚实，炭坑烧灵，虎狼叫唤，火汤炉炭，刀山剑树，火磨火尘，铜柱铁床，火车火轮，引铜吐火，大热大寒，拔舌定身，离根斩啄，刀兵屠猎，
灰河废史，寒冰淤泥，鱼翅啼哭，龙芒鹰雅，铁钩铁嘴，富有大小泥犁阿鼻地狱。佛告阿难，云何名阿鼻地狱？阿者言无，鼻者言遮，阿者言无，鼻者言救，何言无遮无救？有阿者言无间，鼻者言无动。阿言即热，鼻言即恼，阿言不闲，鼻言不住，不闲不住，名阿鼻地狱。有阿言大焰，鼻炎猛热，猛火入心，名阿鼻地狱。佛告阿难，阿鼻地狱纵广正等32万里，七重铁城，七层铁网，下18阁，周匝七重，皆有刀林。七重城内富有剑林，下18阁，隔84000重，于其四角有4大铜狗，其身长大16000里，眼如彻电，牙如剑树，齿如刀山，舌如铁刺，一切身毛皆出猛火，其烟臭恶，世间臭物无以为辟。又有18玉足，头如罗刹头，口如夜叉口，有64眼，眼散并铁丸，如10里车，钩牙上出，高160里，牙头火流，烧前铁车，令铁车轮一一轮往，化为1亿火刀，锋刃剑戟皆从火焰中出，如是流火烧阿鼻城，令阿鼻城赤如熔铜。玉足头上有8牛头，一一牛头有18角，一一角头皆出火炬，火炬复化成18火网，火网复变作大刀轮，如车轮许，轮轮相刺，在火焰间满阿鼻狱。铜狗张口吐舌在地，舌如铁刺，舌出之时化5辆舌，满阿鼻城。七重城内有7铁床，床头火涌，如沸涌泉，其铁流迸，满阿鼻城。阿鼻四门于门捆上有18斧，沸铜涌出，从门漫流，满阿鼻城。一一隔间有84000铁蟒大蛇，吐毒吐火，生满城内，其蛇啸吼，如天震雷，与大铁丸满阿鼻城。城中苦士81000，苦中苦者即在此城。又有500亿虫，虫84000嘴，嘴头火流，如雨而下，满阿鼻城。此虫下时，阿鼻猛火，其焰大炽，炽光火焰照336万里，从阿鼻地狱上冲大海，卧礁山下，大海水滴如车轴许，成大铁尖，满阿鼻城。佛告阿难，若有众生杀父害母，骂入六亲，作是罪者，命中之时，铜狗张口化18车，状如金车，宝盖在上，一切焰火化为玉女。罪人遥见，心生欢喜，我欲往中，我欲往中。风刀解身，寒极失身，宁得好火在车上坐，燃火自爆，作是念已，即便命中。挥霍之间，已坐金车，故沾玉女，皆捉铁斧，斩截其身。身下火起，如旋火轮，譬如壮士屈身必请，直堕阿鼻大地狱中。从于上阁如旋火轮，至下阁际，身片阁内，
铜狗大吼，镍鼓砸髓，玉足罗刹，捉大铁叉，叉头令起，遍体火焰，满阿鼻尘，铁网玉刀，从毛孔入，化阎罗王，大声告斥，吃人玉种，汝在世时不孝父母，邪慢无道，汝今生处名阿鼻地狱，汝不知恩，吾有惭愧，受此苦恼，为乐不也？作是于已，即灭不现。尔时狱卒不屈罪人，从于下阁乃至上阁，经历八万四千阁中，律身而过，至铁网际，一日一夜而乃周遍阿鼻地狱，一日一夜，此阎浮提日月岁数六十小节，如是寿命近一大节，忤逆罪人无惭无愧，造作忤逆，忤逆罪故，临命终时，十八风刀如铁火车，解结其身，以热逼故，变作誓言，得好色花清凉大树，余下游戏，不亦乐乎？作此念时，阿鼻地狱八万四千诸恶见临，化作宝树，花果茂盛，行列在前，大热火焰化为莲花，在彼树下，罪人见矣，我所愿者今已得果。作是雨时，急于暴雨，作莲花上，作以须臾，铁嘴蛛虫从火花起，穿骨入髓，彻心穿脑，攀树而上，一切见之，血肉彻骨，无量刀灵当上而下，火车炉炭十八苦事一时来迎，此相现前，现坠地下，从下阁上身如花夫，遍满下阁，从下阁起，火焰猛炽，至于上阁，至上阁已，身满其中，热恼极固，张眼吐舌，此人罪故，万亿融铜，百千刀轮从空中下，投入足出，一切苦事过于上说百千万倍。据忤逆者，其人受罪足满五劫，复有众生破佛境界，虚实信施，诽谤邪见，不是因果，断学般若，毁十方佛，偷佛法物，起诸秽污，不清净行，不知惭愧，毁入所亲，遭众恶事，此人罪报临命终时，风刀解身，眼卧不定，如被处踏，其心荒悦，发狂痴想，见己世宅男女大小，一切皆是不净之物，屎尿臭畜盈流于外。尔时罪人即作誓语，云何此处无好城郭，极好山林，使无游戏，乃处如此不净物间，作誓语矣。玉足罗刹以大铁叉，擒阿鼻狱，及诸刀林，化作宝树及清凉池，火焰化作金叶莲花，诸铁嘴虫化为浮焰，地狱痛声如涌歌音，罪人闻已，如此好处，吾当由衷。念以寻时作火莲花，诸铁嘴虫从身毛孔扎实其躯，百千铁轮从顶上入，横杀铁叉挑起眼睛，地狱铜狗化作百亿铁狗，尽分其身，取心而食，耳耳之间身如铁花，满十八格，一一花八万四千叶，一一叶头身手之节，在一格间，地狱不大，此身不小，遍满如此大地狱中，此等罪人多此地狱，经历八万四千大劫，
此泥犁灭，复入东方十八格中，如前受苦。此阿鼻喻，南亦十八格，西亦十八格，北亦十八格，谤方等经，具忤逆罪，破坏贤圣，断诸善根。如此罪人，具重罪者，身满阿鼻喻，四肢覆满十八格中。此阿鼻喻，但稍如此欲种众生，结欲尽时，东门即开，见东门外清泉流水，花果林树，一切具现。是诸罪人从下格见，烟火暂歇，从下格起，管转复行，绿身上走，到上格中，手攀刀轮，时虚空中遇热铁丸，走去东门，既至门捆，玉足罗刹，手捉铁叉，逆刺其眼，同狗啮心，闷绝而死。死已复生，见南门开，如前不易。如是西门北门亦皆如此。如此时间经历半劫，阿鼻欲死，复生寒冰狱中，寒冰欲死，生黑暗处，八千万岁目无所见，受大重生，婉转复行，诸情暗色无所解之，百千胡狼牵扯食之，命中之后生畜生中，五千万岁受鸟兽行，如是罪弊还生人中，聋盲喑哑借赖庸居，贫穷下贱，一切诸衰以自庄严，受此践行经五百生，后复还生恶鬼道中。恶鬼道中遇善知识诸大菩萨，何则其言？汝于前生无量世时作无限罪，诽谤不信，堕阿鼻狱，受诸苦报，不可据说。汝今应当发慈悲心，使诸恶鬼闻是于已，称南无佛，成佛恩力，寻疾命中，生四天处，生彼天矣，悔过自责，发菩提心，诸佛心光，不舍是等，摄受是辈，慈哀是等，如罗诃罗，教蔽地狱，如爱眼目。佛告大王，欲知佛心光明所照，常照如此无间无救诸苦众生，佛心所缘，常缘此等极恶众生，以佛心力自庄严故，过算数劫，令彼二人发菩提心。佛法浩瀚无涯，读诵大圣经典，既能开发智慧，更丰富生命。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护持账号19658482，19658482，户名中华印经协会。印经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立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
您现在收看的是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早课